小娘，小娘，不得了了，我小娘要生了，怀胎十月，一朝分娩啊！小娘，慢点儿，老令。 我去看看火啊！小娘怎么样？孩子太大了，孩子太大了，我就去看看火。自幼厨房看我，怎么要嬷嬷你去看火？厨房不小，是烧不好的，我再去看一眼啊。真的？小姑奶奶，这就是我懂的接生，还是你懂的接生呀？小桃，你送嬷嬷过去，嬷嬷别迷路了。我认得路的。嬷嬷跟我来。哎，六姑娘别着急。 女人嘛，总是要走这么一遭的，要不怎么说她们男人清闲呢？快快，嗯，去带六姑娘找四姑娘，免得吓着了。是，小娘。六姑娘，跟我们四姑娘玩会儿吧，这儿啊有小娘呢啊。我就在这里。水。 没有热水了，你等我去烧。凉的也行，贴一贴就行。不成，小娘，分娩输得热水暖肠胃，说是受了冷水刺激，怕是更难受。可不行。 都2个时辰了，又不是头胎，怎么还生不下来？小娘别急，您忘了，当初生四姑娘的时候，您还折腾了一天呢，不也平平安安过来了？哎，姑娘，姑娘不好了，那嬷嬷，嬷嬷不见了。什么？我给嬷嬷带路着，快到厨房了。我在炒了广东时候，我一看，那嬷嬷就突然不见了。这下定定心，定是怕受累跑了。 怎么还没热水来啊？喝的用的都得快。哦，还有糕饼没有啊？小娘会没气力了。这帮下贱东西，水都烧不起。猪笼，猪笼上催着呢。大厨房那些贱婢，若再不着急着点，便打二十板子发去勾栏院，等着千疮百孔烂成泥。哎呀，六姑娘，六姑娘，您别瞎折腾了啊！小桃会带你们六姑娘跟我们四姑娘玩去。哎，六姑娘，六。 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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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一口。你着什么急呀？生着没力气了，吃些饼啊糕的，也很应当啊。小娘，你喘口气，待会儿再用力。趴子已经馊了，拿出去透透气。 哎，快吃一口！稳婆，快去找稳婆。稳婆说是伤肾，就跑了，没在线上。不成了，不成了！阿娘，你再吃一口。 整理力气，去大娘子房里，去找赵嬷嬷，还有李嬷嬷，他们两个是老人，统接生的，快去！我定找到人回来。
李嬷嬷家里孙子病了，回家看去了。那赵嬷嬷呢？先前厨房管娘子请嬷嬷吃酒，现在还没回呢。 是呢。 明兰，明兰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要去御膳房，快上车。 把马解下来。哎，快去找匹快马套上，跟我们去御寿堂接人。哎，这。 在后面去补觉，你坐着等会儿吧。哎，郎中先生，郎中先生，救命！哎呀，快快快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别吵了，我受不了。来，城里通报盛家，请郎中立刻救命。郎中在里面。哎，来人呢，来人呢，怎么乱闯？师傅，师傅，我现在就开始放他。
去把药箱拿来，别愣着了，这孩子，快去！这马上马，慢点，师傅。这是通判盛家的女儿，给我看好了，孝信用我的马车来接，把药带好了，再带俩伙计，速速来盛家。 这事儿还不小嘞！叫！叫！开门！老夫这帮老姑子都快颠的散了，老夫平日啊。 你一介草民，竟敢擅闯官宅！来人啊，快来人，拿下宋官！我是东京侯府顾家的。 不要错认了。青天白日，信口胡说。你让郎中进去，使不得。妇人之事，怎能让郎中入内？去产妇去易入，就现在进去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哎，你一个男人想干什么？侮辱内眷名节吗？一定要保住产妇性命。 不行了，我来的时候啊就已经不行了，孩子太大，生不出来，活的把你娘啊给拖死了。你们叫我太晚了，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行了。哎，看看你娘。阿娘。哎，阿娘子。 我给你扎几针啊，你提口气，有什么话你慢慢说。阿娘，阿娘，娘。
我没多少时辰，好了吗？那位，怎么找到郎中的？我在外头遇到了那个跟我同屋的公子。 二公子，起码把郎中带来的。那你要好好谢谢人家。那个护膝，我已经绣完了，你就拿去送给白公子。人家帮了你，你就要谢谢人家，对不对？好。 我也没有什么物件儿，内府李娘子镇守娘子关，我绣得好，就留给你吧。阿娘，可怜你怎么一想？ 就要在这个院子里活下去，我总是叫你不要冒尖出头，你就是不肯听我的。我错了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我都听你的。你就记住一句话，看着我。 凡事活着最大，听到了吗？我记着，我一世都记着。你叫我什么？我不舍得，我不想叫你小娘。 Thank you.
我再也没有想娘了。我也没有亲娘。你以后独个儿一个人，要珍重。明兰，姑娘，明兰，我告诉你，快去，明兰，拿点水，快去，我去。